大家好，有地里这些卖红薯秧的，他们都得俺邻村的都来家卖红薯秧的啊。现在给人家把红薯秧薅一下，薅了如果剩了就去卖的，不剩了就不去了。姐不用去地上就把红薯秧卖了啊。这个就是本地的，俺这都是，这俺这秧都是本地的，俺这都是自己下晒秧，都是自己下的。每年俺下那个。每年的晒上，俺家俺下的多，俺今年栽的也多。你这地多，我看看头一两，你这怎么着，都搁那儿种那么的花上，栽那么的晒哦。嗯，可累，俺这个地多。我姐可到我快慢慢的，我去卖的，这直接到家了。我那天来了，等两天，我等两天，我说，你别在这，我这不待多少，就这家吃。你这还能？你给俺数一下，俺数好的，一边一百吧。你这后上去栽的？哦，这后上，要不天上栽了，上午太热，晒一上午。哦，把这一帮后上的，不拉会都栽了。你回去了吧，放那个水盆里都栽了。放水盆里？哦，那少弄点水，往那盆里一放都栽了，要搁里带水流。哦，要一天吗？哦。你娘家来家了，你送家一天吧，再送家一百吧。哎，不够栽了，你要一天吧，俺再送你一百吧。摘呗。哦，来家来了。多给人家一百吧，拿这儿来，拿一个了，应该装这儿了，我讲。到家拿这儿了，多给人家一百。哦，来家了，自己动手，这叫你够贼是呗？啊，多给你一百了，要不看不够。哦。反正多一百吧，反正你就是贼地的是呗？多了比少了强，你多给人家一百吧啊。你也不用帮了。哦。在这个谁呀、啊？栽地里有货、啊，好晒又好吃。在家买了，在地上买。我说，那天我栽，栽一跑着，我说这张我栽一天的，这里面这个长。啊，这个准的。哦。这时候栽谁也不歪的，刚过没买。刚过没买。那这有人还栽谁呀？这都。这个那个栽了，人家说。这来到山，你看一百公多粗一把。人家说我没买，你要是栽这个栽坏，人家说我不会；你要是放不放坏，人家说你都能。家那个嫩菜，谁说不会？嫩菜在对面，那家卖啥菜？啊，那卖啥菜啊？啥味儿的啊？卖啥菜？那家不是酱菜味儿还肥的是呗？还这货呀？你像这一百亩多粗一把？这秧好。我那家当地是。这一天一分钟了，你知道呗？啊。这一天。送你一百亩，在这里叫你够栽。就是。啊。不够了，在那厂里，在来俺厂里再喝了，不要你钱啊！你来这，那真不够了，再来这喝点。上面怎么办呢？哎不，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一会儿也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没多余，咱不够了，在那这儿好了啊！你在那这儿好了啊！哦，对对。你不用没人，不够了，家有人没人，你都直接在这儿好都来了啊！这你知道了，你他没人老后边你栽不了这，你都来这。这真够来着！哦，有我这个我就多了，又多一百吧。啊，俺家的叫你够栽。啊，对，栽。好的，去吧啊！好的，慢点。你走吧。好。来，你慢。好，那你走吧啊。啊，这还剩下这么多，还得去卖了嘞。这还有一千多个呢。嗯。好吧，好了，这不是还得俺爷说卖葱秧嘞。给门儿开的，赶紧把门，我那个下山。山烟挺长。嗯。